喜欢就去啊。你再等等。不是你等啥呀？我跟你讲，感情里谁要先主动，最后一定被动。哥再教你一招，什么叫欲擒故纵啊？哥，我发现你是真诚。那渣男最起码是人，那舔狗是真狗啊！我跟你讲，来了，你起来。刚才为什么一直看着我？我不好意思，我那个眼睛有点问题了。你眼睛怎么了？啊，就是那个无法从你身上移开了。你是不是就想要这个？啊，我三，哦，要那个，啊，好看的小姐姐，我准备欲擒，结果她给我故纵了。啊，要这次我去干啥呀？对，不用，我今天再教你招瞒天过海啊。啊，你好，嗨，嗨，自从上回遇到你之后，我这成宿睡不着觉啊。是不甘心吗？不是，主要是被子太轻了。嗯，因为压不住想你的心。真苦。要不你给我吧，我来帮你拍。你行吗？哎，没事，我帮你拍。来，乐一下，乐一下。好，很美。行，你先晃过去。行，给你看一眼，我亲妹妹，啊，妹妹好可爱啊。这人是你。我微信，咱俩小学同学你忘了？啊，我在地铁上看你就眼熟，你见谁？晚上喝点啊，缘分呢，咱俩就看见了。那晚上去我那儿吧，我看你看人数。行，也行，那我上厕所，然后咱一走呗。帮我拿一下。姐，嗯，你跟我哥真是小同学。不是，就是呗。